Widget 小工具、高度计与气压计。Garmin 户外系列手表皆配有气压感测器，经过装置内的程式换算，就能让您透过手表上的 Widget 小工具，在活动时简单查看高度与气压的相关资讯。高度计与气压计的横轴代表时间，纵轴的单位则可以依您所需切换。高度计可以切换为公尺或是英尺，气压计则可以切换英寸、水银汞柱、毫米汞柱、百帕与毫巴四种单位。请注意，这里的气压数值标准为经过计算的修正海平面气压 QNH， 指的是您当下位置坐标的海平面气压。您当下所在地的气压会因为当时的环境、天气不同而有所变化。如果有需要知道当下的气压数值，请在手表自定活动资料栏位中选择加入限地气压，或是下载第三方的气压小工具。在气压计或高度计小工具页面按压 Start 键，即可进入设定页面。手表模式能够选择将手表锁在不同模式，选择高度计，手表会锁定在高度计模式，所有气压变化都会被考虑成高度变化。选择气压计，手表会锁定在气压计模式，所有气压变化都会被当成是天气与环境的压力变化。自动，手表将会监测变化，在高度计与气压计的两个模式中自动切换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在此开启暴风雨警示，提醒您急剧的气压变化，和选择气压图时间范围、切换单位、手动校正感测器等多种设定。如要知道怎么新增 Widget 小工具，或是自定活动资料栏位，请参观相关教学影片。感谢您的观看。